翠花姐，奇怪，是谁在喊我？是我啊！哇，这么多钱呐、这是加一笔变薪资挑战，只要你挑战成功啊，这些啊都是你的。哇，这不是易如反掌吗？等一下，你要是挑战不成功啊，你爸去买小门汽车了，让他也带上我。来就来，谁怕谁啊？嘿嘿，这个简单，油子加一笔是个笼子，丸子加一笔哦，一只，嘿嘿。可以啊，丫丫，那必须的，再来。鞭子，最后两个飞字哦，翡翠的翡。你确定这叫翡翠的翡？就是翡翠的翡啊！哇，这个车好漂亮啊！对了，丫丫，你爸不是要买车吗？6月3至12日，点击视频左下方小丸子，记得抢购小额1元抵上期优惠券。再来，最后一个吗？字加一笔。哎呀，就差一点点了，这到底怎么加？你们知道吗？